那你就准备好这些工具，喷枪、喷帽、喷嘴，然后我们先装一下伞形喷、圆形喷嘴。圆形喷嘴先把这个导电探头装好，先固定到喷枪上面。你要戴上眼那个，戴上眼小了，戴上眼你肿了。这个地方拧紧之后，然后安装喷嘴。圆形喷嘴要先把它的底座先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个喷，用这个喷帽固定到喷枪上面，就要用这个底座固定到这喷帽上面，固定到这上面，然后装到这上面就可以了，拧紧。拧紧之后就是这样子。站远一点呀，人家要看船的呀，是啊。然后调节雾化大小是从这几个地方，蘑菇头嘛，还有一个这个出油出气的地方，这些地方调节它的油量大小、喷幅大小。OK。